众所周知呢，莫高窟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延绵千年呢持续不断的建造了一个佛教艺术宝库。通常人说它是墙壁上的博物馆，因为它的内容呢可以说包罗万象，异彩纷呈。透过敦煌壁画，你可以了解到中国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它的历史价值是非常高的。敦煌研究院呢，从建院初期坚持的就是六字方针：保护、研究、弘扬。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应该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们敦煌研究院一直坚持这个负责任的旅游啊，一直把这个保护和开放作为一个攻坚课题来抓。大概在游客达到四十万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游客承载量的研究。首先呢，我们就做了洞窟里的一个监测系统，把所有开放的洞窟里面都有二氧化碳、温度、湿度、游客数量，进行了很严谨的一个文物本体和开放洞窟一个监测。监测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之后，我们就想了很多的对策调整的办法，比方说把它开放洞窟编很多路线，根据这个洞窟所处的位置呀，它的病害程度啊，它的这个内容的丰富程度呀，尽量编的让游客们满意的十二条线路分别进行一些调整。那么我们还建立了就是一级指挥平台，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甘肃省政府专门颁布了莫高窟的保护条例，它从政府的立法方面就对这个珍贵的遗产划了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和外围区。你们今天看到莫高窟的周边是一个原生态的非常干净的、非常空灵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画面，那都是经过这个保护条例实施之后进行规划以后形成了很真实很原生态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对敦煌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